各位大家好，我是 Chris， 今天我们在这个数字论坛的 talk show， 第一集啊，各位，就Phenom 啊 ，Phenomenology 的，我们邀请到这个师傅啦，Evan 师傅，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有请到 Evan 师傅的助手，我们是不是都叫师傅的？是不是 Melvin？ 不是师傅，助理啫，助理。我哋叫 Melvin 啦，大家好。大家好。咁样我哋第一集，咁样就有带嚟俾大家呢个飞牛学。诶，点解会叫飞牛嘅咧？咁我听咗就知噶啦，点解牛都会飞呢 ？OK， 咁我哋第一集咧，咁有飞牛啦。咁我第一集我哋讲边位先？我哋第一个系列咧就会 touch 到啲关于系咪政治啊？是啊，政治啊。OK， 咁樣我哋都有睇到啲啲 friend 啦，咁樣啲 fans 都有要求，咁我哋就挑選咗，咁樣都話説係飛牛學啊嘛，咁樣就挑選咗只雞啊嚟講呢個主題，咁樣就有個主題嘅，我哋叫做馬來雞哥，點樣將我國即係馬來西亞我國破產的數字，即係講雞哥。個生日啦，只雞嘅生日咧，咁樣就都睇得到喎，都睇得到，唔係睇到只牛啊，即係睇得到，會唔會有破產嘅數字咧？咁我哋今日喺個論壇咧，我哋就嚟訪問到師傅，Evan 師傅，可唔可以大家睇一睇究竟係點樣將聽講生日日期都睇得到喎？係啊，首先咧，如果我喺個睇而家地哥嘅名格啦，首先我畫呢個夠嗰個倒三角個出嚟。就出第一個就係五七，依個咧係雞哥嘅生日期嘅，佢嘅月同埋佢嘅日期。下邊依個咧就係佢嘅年份啦。佢話佢依個五七一八，五七一八。佢話五七，即係依個係雞哥嘅生日期，7月23日。七月廿三號，1953年。OK。佢話依個咧係我哋嘅名格。倒三角啦，所以計依個二三計，我加起嚟就2+3=5咯，所以出第一個字係5+7係等於12，1+2等於3，所以出個3出嚟。後第二個咧就係1+8第9，然後再落嚟就係3+9等於12。十二個後就1+2=3。喂，等陣先啊，師傅，我想問你，即係五七一八依個數字就係從佢嘅生日期嘅日月年啊嘛，係就產生到五七一八。係咁，五七一八係佢嘅生命號碼。唔係啊，生命號碼係佢嘅依個命格圖嘅。哦 ，OK， 即係講五七一八依個就佢個命格號碼嚟嘅。係命格號碼嘅，係。OK。咁就產生到三九，跟住再產生到三，即係講佢就係三號人啦。係三號人啦，啱。O K。所以記住咧，依啲咧就係佢嘅對社會出邊依啲咧，係佢對嘅社會嘅互動啦。O、okay, K， 明白，收到。O K， 咁我哋知道係三號人，即係師傅，我哋睇咗啲喺嗰啲同社會貢獻啲外出嗰啲組合咧，咁就睇一睇到。佢即唔係淨係睇得到佢令到破產嘅話，即係佢仲有睇到好多嘢㗎。其實依度咧，唔係先睇佢同馬來西亞嘅數字結合先啦，先睇佢本身佢自己有一個數字好特別嘅，就係、是、依個五七。OK， 五七依個數字咧，佢嘅好處咧，嚟講佢可以識到好多高官啊，非常之有錢啊嗰啲人嘅。而佢本身咧，另一個壞處咧。同大馬政府大馬呢個國家結合嚟嗰個數字咧，會產生咩效果呢？就係依個啦。依個就係用佢嘅生日日期同埋馬來西亞嘅一個佢嘅獨立日哦結合產生依個號碼。睇好之後，我講個破產嘅數字喺邊度？就係依個啦，五七依個數字啦。哦，即係將雞哥嘅生日期結合馬來西亞嘅獨立日嘅日期。8月31日，1957年，馬來西亞嘅生日日期，你話結合一齊，就出咗依個就依個
就喺最低嘅呢個573個。啊，依個573個。OK。依個573咧就係講最終馬來西亞破產，就係爭一兆另一嘅嘅個債務啦。或者係咁，即係除當然，如果嗰個人即係我純粹八下，咁即係講，如果嗰個人物即係唔好加國家咧，佢本身都會有呢個573都係。破產數字，總之573就破產數字啦。係啦，啱啦。哦，即係撲街啦。咁即係講，如果我生日期有個573，咁個573係因為喺咁啱喺個三角嘅尖鋭底下嗰處最低先至破產啫。唔係，其實喺57喺任何一個地方，你講依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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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度有依個數字，都代表會有機會好大機會破產。57即係嗰個位喺邊度？個位向邊度？會喺響邊度都係可以導致你破產。點樣為止位咧？即係講喺九二六。比如講去響依度573，或者依度573，依度573都可以導致你破產。你稍微個573即係個96就係57。啊。哦，因為我睇到即係個96點樣走個573。啊，我係響96依個位係五七。57啊，咁咪差咗三個嘛。啊，係啦。哦，即係或者係64就係57嚟嘅。啊，六四係57嘅話，咁即係一樣啦。係唔啱。咁外出嗰邊咧，66嗰邊或者63嗰邊度會唔會啊？依度出孖都會，總之有57，有邊有數據嘅地方。各位你哋如果有睇到你哋有57咧，咁樣就嗱嗱聲打電話俾師傅啦。有冇得救嘅咧？其實肯定有救嘅，有得救嘅。我哋幫朋友解救呢個57。即係希望雞哥打電話過嚟啦嚇。咁除咗即係當然，今日我哋就會睇到，大家都會學到有個573啦，大家學到嘢啦，即係留意啊！第日即係你，如果你要揾老公啊，或者揾個 CEO， 即係你個公司想請個 CEO， 咁會唔會？如果個 CEO 真係有個573，你公司會破產嘅，好大可能性。即係其實唔係你公司破產，咁佢破產，你公司都唔係幾好嘅啫。除非係講講你公司同佢生日期結埋一齊。有依個數字，好大機會。哦。因為依個係基哥同馬來西亞政府嘛。嗯。係估你嘅 CEO 同埋你嘅公司結埋一齊有依個數字57。咁啊，肯定。好大機會啦、哦。哇！各位嗱，咁啊又學到啲嘢啦，同師傅。咁除咗嗱，我哋個題目就講雞啦。咁個節目我哋講雞。咁除咗睇你破產，仲有冇其他嘢？因為你話曬都係前任嘅首相咁樣，責任都。是不是那么衰呢？真的会不会是不是我听过有些数字可以看得到他会不会是一些贪污啊，或者 是一些不好的分子啊，这个 他本身呢，即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我们除了当然啦，只是学到个573都、啊、各位都受惠 不少啦，我们就纯粹都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咁樣係如果講完依個基哥咧，講食女嚟講咧，其實咧喺佢依個名格入邊咧，就冇講到佢係食女嘅依個。即係食錢都睇得到嘅、啊。食錢睇到嘅。即係我哋係咪叫做虧空公款嘅數字？係、啊。啊，各位聽清楚啦嚇！即係咁啱啫，即係如果你各位都有興趣嘅，我哋未必係下一次咧再錄節目就會 touch 一啲關於呢啲咁嘅數字，咁但係佢就冇呢個數字嘅，冇呢個數字係。OK， 咁都好啲，即係可能就呢個 OneMDB 嘅錢真係唔係，即可能都未必係去找咗嘅，唔係找咗嘅，即係佢去拉尾咗一個特別嘅人，會出啲橋俾佢找咁樣嘅另一件事啊。你咁樣可唔可以咁講啊？其實個節目我哋先頭都講諗住係五分鐘，咁樣講下講下。不過都係因為幾有趣，咁我想問佢會唔會係知道自己冇依個數字，但係佢有依個念頭，佢揾個人翻嚟有依個數字去幫佢虧空公款，都得唔得㗎？成唔成立㗎？所以我就講佢背後出計謀俾佢嗰個人咧，啊就可以令到佢走啦。啊，咁如果佢係唔覺意揾到嗰個人有依個數字，即係唔係573啦就。下一次我先講啦，個數字係咩數字啊？咁樣依集我哋就唔講，但肯定佢係冇嗰個數字先。冇嗰個數字。但係如果佢揾到嗰個人，唔係刻意㗎，即係咁啱嗰個人有嗰個數字，咁而家佢都撲街㗎咯喎。係啊。
雖然哦，去加海馬拉度有，我話咁我哋咪好撲街。係咁嘢，我全部係聲人。真真係，即係講，如果雞哥一配咗馬拉嘅獨立日期、生日日期，就有依個我哋稍為嘅573，就有破產嘅數字產生啦。咁都唔係幾好事嚟嘅，即係。都唔係幾好景喎，選咗佢。大家都知唔係幾好景，但係我哋重點喺依個節目咧，即係論壇入邊係要我哋叫學識一啲叫做睇數字能夠睇清楚啦。咁就係我都講啦，牛都會飛，依輪唔幫唔飛啦，即係飛落海添啊！依輪咁只雞咧個數字，再加埋馬拉，再揾到條友唔知乜水。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咧，你哋喺我哋嘅 channel 度。拉一拉，或者你哋 comment 喺個我哋個 video 度咧 ，maybe 你哋下一集你哋想睇一啲關於啲政治嘅咩數字，即係其實唔一定人物㗎，數字都得嘅。即係我哋未知佢係個生日日期，我哋要再睇翻嘅係咪啊，師傅？係啱。啊 ，OK 啱嘅。咁樣即係講，我哋可唔可以下一集再睇其他人物，又或者係睇嗰個數字嘅因果，即係個數字嘅學問咧？包括係嗰個人有唔有依個虧空公款嘅人物，即係咁啱雞哥遇到，唔係咁啱馬拉就遇到雞哥，咁啱就請咗嗰條友，唔知乜水啊！咁如果你有興趣留言，下一集我哋可以講嗰條友嘅，即係嗰條友就有啦，唔係女啊，男仔佬嚟噶，佬嚟嘅，我哋講咗佬先啦，埋個關子。咁其實我哋就有啲 friend 咧，就叫我哋下一集就錄一錄關於依個。另外一隻生肖嘅，好似全部講埋啲生肖十年生肖嘅數字添。下一集我哋就有啲人叫我哋睇一睇河馬，河馬唔喺生肖度啊！大家就屬貓屬河馬嘅就可以再留意。咁我哋睇大家嘅反應。咁下一集你哋想睇啲關於個咩人物？即係比如你想睇河馬嘅留言啦，你哋留言。咁或者你哋有睇個虧空公款嘅河馬嗰個人物咧，其實我哋都大概都有有個人物㗎啦。咁睇你哋嘅留言，你哋俾觀眾們，你哋俾我哋知道個 feedback， 咁我哋就會下一集去攞錄。咁但係喺呢次我買關子先，我想問一下即係Melvin 就冇乜講嘢啊。我想問啲朋友了解啦，今日我哋學咗嘢就咁對於新朋友又想。更加深一層去學依樣嘢，咁有冇啲班或者啲課程嗰啲咁嘅嘢㗎？哦，咁我哋都有嘅，所以基本上咧，我哋都有三個課程，一個咧就係叫做入門啦，我哋講學最基本嘅嘢啦。第二入門喎，即係嗰啲入會咧。入門啦，都係咁啊。第二個咧就係嗰啲高級班啦，咁第三個課程咧就係嗰啲師傅級㗎啦，你學咗之後咧可以做師傅做顧問㗎啦，即係真係會飛㗎啦。係啦， okay. 所以講首先我哋講個基本入門班咧，我哋一般嘅收費過去咧就係我哋收399，399。但係今日咧就係講我哋喺線上嘅朋友咧，我哋就俾個優惠，就係收後邊嗰96蚊嘅啫。哦 ，OK， 即係講限依幾位啊？咁我哋人數咧限30位啦。哦，即係留意個節目，你哋 like 咗咧個 channel 咧，最好你哋 follow 啦。咁樣你哋如果on 埋個 notify， 咁樣你哋想睇下一個咩節目 comment 咗，咁樣就投30位，即係點樣去聯絡咧？即係喺我哋睇到依個 Facebook， 即係喺個 info 個 Facebook 嗰度就 PM Melvin， 你依度係會處理噶啦，係咪啊？係啊，冇錯。哦 ，OK， 各位就係投30位，你哋 PM 落嚟啦，你 PM Facebook 嚇、啊，我哋喺 info 嗰度有嘅。依、這個 Facebook 你 PM 咗投30位啊，就係、是、原價係399，係咪？原價係咪399啊？係啱嘅。咁我投30位咧就優惠價96蚊啫。咁就係咪我哋學咩班啊？即係依個係入門嘅，係，即係做弟子啦，入門。哈哈，就係、是、咁師傅就收徒弟咯。嗱，咁樣時間都差唔多啊，各位。我預先係諗住錄個3-4分鐘，原來可以搞到50分鐘。嗱，冇乜點嘅。咁你哋留意翻個數字，遇到啲朋友有573，記得啊，冇買字買唔到喎。買字咁樣就唔關事啦。咁樣573記得啦。如果有遇到個數字咧，你就三思啦嚇。咁樣我哋首先要多謝師傅啊。Melvin 師傅同埋 Melvin， 咁我今日嘅節目我哋就到此為止啦。咁啊，多謝我哋依個飛牛學嘅集會，咁我就幫我哋嘅依個數字論壇，今日就傾咗個好重要嘅 topic， 就唔該曬大家先。
咁下一集記得啊收睇，最主要大家你 like 咗follow 我哋啊 notify， 咁最好啦，有咩新嘅 video comment， 咁你哋到時就留言俾我哋 ，OK， 唔該曬大家。